没有吓到。没有，那瞄到会头晕。然后今天访问一下老师，老师怎么看？那、你们怎么知道那个地震来的时候要做哪些步骤？对，因为学校都有宣导，安老师都有教吗？有。是，碰到那个地震吼、摇晃得非常的厉害哦。那老师跟小朋友了吼、第一时间吼、都遵照我们之前吼、就是地震就是防灾一个演练的方式吼、就地吼、掩护。那等到这个摇晃、停止了之后、老师呢再带领学生、我们避难到我们空旷的操场这边来避难、那小朋友过程中、小朋友都有遵照指示、那也都没有什么任何的损伤、那这个也归功于、平常学校跟老师的一个宣导跟教导、